莺歌区吸引里做爱心，将平日资源回收所得全数捐赠给莺歌区建国国小，作为校内仁爱基金，帮助弱势孩童紧急使用。我今天很荣幸来到我们建国国小，我们代表我们吸引里黄金之收站，表示一点心意啊，给我们建国国小这个小孩做急难救助基金用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所以我们把我们支收站的所得的一部分我们捐来辖区的建国国小急难救助专户。那因为我们在我们团队里面，包括我们的委员今天那个王老板他有来到现场，他对我们有很大的赞助，所以说今天特别邀请他一起过来。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助到说需要受到帮助的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安心的上课，也让家长们能够怎么样放心的去上班。秉持土地公的祭祀精神，莺歌区扶正宫也捐赠奖金，并号召莺歌在地店家共同响应，提供爱心代用餐，给予需要的孩童们温饱。我是莺歌西英里扶正宫土地公庙管理人这次响应我们里长说一个活动然后捐助一些善款，捐助我们建国国小。我店里随时都有举办那个爱心代用餐，然后给一些三餐不聚，包括那个独居老人今天我们很感谢西英里的黄金支收站，以及我们扶正宫的土地公庙，把一些这个资源回收的一些金额还有一些善心人士的一些捐赠，来捐赠我们学校急难救助。那这笔钱我们当然会来帮助学校里面非常需要帮忙的孩子。建国国小校长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各界对地方的默默付出，也期盼社会各界能踊跃参与照顾有需要的孩童，将爱心传递下去。中嘉新闻杨昭莺歌报道。